两位公子久等了，我家小姐到了。精彩妙用，请等一下，两位公子都有意要追求我家小姐，但我家小姐可没那么好追的，请先听听我家小姐怎么说。感谢两位公子们的厚爱，我的如意郎君要有才情，又要像我一样有爱，爱花爱草爱地球，所以我要考考你们的文才，还有必须是环保不浪费的方法。果然是有想法的姑娘，我愿意接受挑战。若是此生缘难定，待结三生情不悔。希望英台妹能了解我的心意呀、啊。飞哥老弟，飞哥老弟，飞哥老弟啊，您的前任鸽子不小心误触了鸟网，所以你路上可千万要小心点啊。哦，梁山伯，你真的戆头戆脑呆头儿呢，拢什么时代啊？我看你用笔在那边写字，啊，搁叫辉哥传书，啊、哦，又慢又没特懂啊！你看我，你看我，我用那个键盘这样子打 email 有没有？嗯，按个 enter 气了，啊，对方就及时收到我的信了，又快又没有任何一棵大树会因为我倒谢。不不不，我不砍树的，我是使用再生纸。倒是要请教马兄，怎么又换了新电脑呢？啊，那台的旧啊，旧了嘛。啊，我要做图文编排啊，啊，那台图文编排跑不动，换掉了啦。但是你还买了这一台平板。你有发现哦，这台新的呢，上新的。哦，这台哦，你看哦，我走到哪就给它记录到哪。这个哦，拍的哦，非常的漂亮。而且我还可以随时哦上网去抓 APP 下来，你看哦，你看哦，这个，我在这边画个爱心，这边也画个爱心，啊那个气了哦，所以我英台妹妹就收到我的情书了。嗯，落花水面接文章，随时创作是很好啦，但是你拍了这么多东西，你的记忆体够装吗？啊，这里边插环啊，你看我这是什么档案、影音哦，我全部都给它上传云端，上传云端就免惊啦。那种像你啊，那印照片、喷纸啊，浪费资源，浪费资源呐、啊。嗯，那你的旧电脑呢？哦、啊，在后花园啊，啊那台旧了，不要管它啦。啊，来啦，我亲戚二人组吼、哦，嘛是爱自拍啊。一二三。不知道英台妹妹收到了图文并茂的情书，是不是会芳心大动呢？啊，这下子英台妹妹就是我的啦，我的啦！你常常咳嗽哈，是不是喉咙不舒服？要不要去看医生？哎呀，我家小姐要公布事情了，专心，小姐。经过这次的考验，我看见你们两人的用心。我接受的是梁山伯。为什么？兄台承让了。英台妹，我带你去游山玩水，分享我做的心事。我弹琴给你听。人家是鸳鸯一对，走远了，不然我也不错。你你哦，嗯，哎呀，我好像输了大呢，让马文才赢的嘛。马文才输了，对啊，最后竟然是梁山伯赢得美人芳心哎。一阵一阵，我要跟你借用一下电脑，把博士要大家注意的环保议题寄给大家。嗯，好，等一下，我们厘清个选情发展。啊？选情发展，你们在选班长哦。
们不是选班长啦，是这个网络故事，我们在思考结果。嗯，我看看哦。哦，这应该是梁山伯胜出没错啊。嗯，为什么？哦，因为梁山伯和祝英台是一对的，不然他跟祝英会在一起吗？啊，你这样太没有说服力了啦。哦，还有，梁山伯啊，他还有108条好汉，他当然赢的。你在说什么啦？哎呦，他一定赢的啦，不然请博士来看，他一定也是这样说的哦。博士，你要我来看什么啊？就是这个网络故事啊。博士，你看这个网络故事，结果为什么是梁山伯会赢？理由应该不是像亮亮说的这么瞎吧？如果以谁的做法比较环保来做选择的话呢，会是这样的哦。可是马文才是上网写文章，应该比较环保啊。哦，嗯，虽然亲手写信比较可以感受到手写的温度，但是会用到纸啊。马文才连一张纸都没用到哎。哎呦，我刚跟你们开玩笑的啊。我刚用我的锐利眼睛一看啊，就知道马文才在这场斗文笔环保竞赛中出了两个大问题哦。嗯，什么问题？虽然啊，马文才没有将资料印出来或是用手写纸，但是啊，他将这么多方案图片啊、影音、社交生活资料传到云端上面去，其实啊，也是会耗电、浪费能源的哦。嗯，不是，亮亮说的是真的吗？云端是什么啊？是指资料存在半空中吗？有点类似，但不是真的放在半空中云的上面啦。来，我先问你们哦，你们会上网看影片啊、听音乐啊，或者使用社群网站吗？嗯，会啊。云端呢，指的是一种科技，就是我们呢透过网络传输，把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大小事啊、影音啊，或者社交活动这些资料呢，把它储存在数以万计的伺服器、占地广大的资料中心里啊。是不是就在远方有个像我们个人电脑里的硬碟空间啊？博士，那亮亮说的云端科技会消耗能源，这是为什么啊？只有让我帮妙博士回答吧。像这种调查工作就交给我们小助理自己来，这样啊可以学得更多，印象更深刻哦。亮亮说的没错啊。那你刚刚说马文才另外一个败选原因是什么啊？你看马文才这样乱丢电脑 OK 吗？垃圾都不能乱丢了，他还把那么大电脑丢在后花园呢。如果呢我们把它埋在土里呢，就会造成污染啊。可是呢，你如果好好回收再利用呢，就会变成黄金了。旧电脑乱丢是垃圾，回收好变黄金，那我要让它变黄金。不行，要让它做实验，我得好用它呢。回收报废的电脑呢，有专门的工厂在处理啊。你们可以在那里看到更多的报废的电子产品呢，在那里处理啊。你们加油哦。不是这样说啊，就是要你们好好去调查。如果啊，你们真的学会了回收炼金术的话，到时候啊，你们可能好好……一阵停学，画面交到你们就走了。有黄金耶，黄金，黄金。停学，你看风景好美啊、哦！对呀、啊，高雄港路也很美丽呢。港边有好多游轮货船，他们应该是准备到世界各地了。现在世界就好像地球村一样，天涯海角哪里都可以去到。嗯，对啊，这里望过去一望无际啊。对了，这里应该就是云端了。耶、yeah, ，我们在漫步云端了。两位妙博士的小助理，云端不是在这里。是，我是要带你们了解云端科技应用的谢姐姐。想要知道什么是云端，跟我来吧。搞错了。这里啊，就是我们的模组式机房哦，跟一般传统的式的机房有很大的不一样。第一，它是一个高密度的一个机房，只是这一间的容量就足以支撑啊100万人的公司的营运。而且它还有一个很大的特色，这里的空调是冷空气是专门从下面送上来，热空气从上面送出去，所以特别的节能呢。谢姐姐，这个一格一格的是什么东西呀、啊？这一格一格的，你不要小看它，它就是伺服器。每一个伺服器啊，可以等于50个虚拟的家用电脑嘞。小朋友，我们刚刚看了高密度的一个机房的运作，你们可能会想说，这个机房会需要很多人员来管理吗？
其实啊，它不需要。现在我们来到这里呢，就是云端机房的监控中心，一切都是透过电脑来管理，只需要些微的人力跟电脑，就可以控管整个云端的运作哦。嗯，云端是一个很新的科技吗？云端这个名词其实很早就有了，它一开始是要以一个抽象简单的方式来比喻很复杂的电脑网络架构。但是要讲到云端技术的发展啊，要先讲一下电脑发展的历史。它是一个庞然大物，就像这个房间50多平的大房间这么大哦。而且啊，它的机体很小，只能够储存100多个字。随着电脑科技的进步，电脑已经从一个巨无霸变成一个微型电脑了，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个人电脑，简称 PC。那个人电脑的出现啊，网际网络也跟着出现，所以每一个人的个人电脑都可以透过网络来大家通信呢。那网站就像一个公开的布告栏，你就可以把资料po上去，让大家都知道。所以就是说网络无远弗届咯。个人电脑虽然方便好用，但是它有一个很大的麻烦，就是如果宕机的时候，你所有的资料就不见了。哇，那还真的是个大噩梦哎。对啊，所以就有人想出一个点子，他们提供伺服器里面有足够的一个记忆体空间，让我们可以把资料储存到这些伺服器上面，就是云端科技的起步。其实云端又叫做云端技术或云端运算，它是透过不同的电脑、平板电脑或手机，透过网络连到远端特定的一群伺服器，使用同一个功能或做资料储存。而且啊，我们讲到这些云端技术的应用，其实最基本的就像你们常常找资料的时候需要用到网络搜寻引擎，还有网络信箱，对吗？那现在还有在推广这个国小的电子书包，所以你们就不用背这么重的书包去学校了。哇，那还真的很方便哎。可是为什么博士会说它不环保呢？云端机房啊，不像人一样有上班下班、上课下课，这些伺服器是永远不能关机的。所以你们就可以想想传统的机房有多耗电啊。那要怎么办呢？我们又想要方便，可是我们又不想要浪费能源。是啊，除了刚刚看到的模组式机房，它的冷热分离设计可以有效的节省空调的电力，我等一下就带你们去看另一个很创新的伺服器机房。我们走吧。好。哇，好多好大的货柜哦。这里就是我们的货柜式机房，储存了很多大量的资料，所以啊，一般人是绝对进不来的。哇，那我们今天真的好幸运呢。是啊。谢姐姐，那个一格一格的是什么啊？这一格格的，就是伺服器。还记得我刚刚跟你们提过哦，一个伺服器大概等于50个虚拟的家用电脑。这一个货柜啊，可以装满300个伺服器。你们算算看，这等于多少的虚拟家用电脑呢？50×300等于15000。很不错。哎，那为什么要装在货柜里啊？货柜式的机房啊，多了可移动的好处哦。谢姐姐说，货柜式的机房是将机房变到最小的空间，只剩下伺服器、空调和消防等必备的设备。所以比起传统的机房，空调部分给机器吹，还有很大的部分是飘散在机房其他闲置空间，更能省电，大约可以省下将近50%的空调用电哦。所以啊，怎么样节省更多的电力是很重要的事。那我们公司就开始大动脑筋呢，就产生了一个在山洞有了云的做法。在山洞有了云，哇，原来谢姐姐他们特地把云端资料中心设在中国大陆的贵州，利用地形建立一个隧道式机房，形成自然的风洞，一年四季都有旺盛的自然凉风从一边的洞口吹入后，把洞内伺服器运转产生的热气从另一边的洞口推出，循环对流的空气动力可以让伺服器有免费的空调吹，省钱又省电哦。这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山洞里有了云的贵州云。我们利用贵州的季风条件还有地形地质条件，再依坐南朝北形成天然风洞，在贵州成立资料中心，那这些货柜式的资料站就24小时运转，全靠山洞凉爽还有自然风散热，完全不用冷气哦。其实云端概念就像人类的脑神经中枢，可以收集资料
运算和应用。如果可以克服能源消耗的这个缺点，这项新技术其实可以节省很多的人力和资源哦。那台湾也可以像贵州云用那样节能省电的做法吗？台湾目前啊多仰赖传统的能源，但是已经有云端资料中心使用太阳能作为部分的电力来源。全世界现在都在用电脑、有网路，真希望以后所有的云端科技发电都可以使用再生能源。是啊，我也希望这一天赶快来到。谢谢姐姐今天告诉我们这么多。一真，你看，哇，堆得跟一座山一样哎。对啊，有电视、冷气机、洗衣机，好多东西哦。对啊。哎，两位小助理，进工厂要戴安全帽哦，还是给你。谢谢。请问你是今天要带我们参观回收厂的处长谢叔叔吗？对。没想到这里回收的电器这么壮观哎！对啊，没想到我们人类居然制造了这么多的垃圾。所以我们要把这些垃圾变成有用物质，才不会造成地球的负担。嗯，我们今天来就是想要了解电脑回收的重要性。那我们就到厂区里面看看，你们跟我来吧。哇，那里也好壮观哦。嗯，对啊，而且整间厂房好像很热闹哎。对啊，这里因为90%的工作都是人力拆解，所以比较需要多的人。那边是电脑拆解区，我们过去吧。嗯。哎，这里是电脑主机的拆解区。好，你看哦，那边是 power， 叫做电源供应器，它是整个电脑的心脏。再过去那边，前面那边是主机板，是电脑的头脑。再来那边是硬碟。是电脑里面头脑里面的记忆区。我好像在认识电脑各个不同的器官哎，没想到一个电脑有这么多零件。哎，谢叔叔，这边介绍的都是桌上型电脑的主机，是不是还有笔记型电脑啊？还有，在那边是做笔记型电脑，我带你们过去。好。嗯。笔电拆解全部都在这个工作台上，这里是半密闭式的空间。你们看哦，这细细的这一只叫冷阴极灯管，是电脑荧幕里面的一只小灯管，里面还有汞，所以处理要特别小心哦。如果真空管里面的汞蒸汽飘了出来，用这个抽风可将汞吸走，避免拆解员吸入。汞是不是有毒啊？我记得汞好像是会造成中枢神经系统的伤害。如果这些电器用品我们随便把它丢掉呢，或者是掩埋在土里？而在里头含有的金属物质，像笔电里面的汞，电视荧光粉薄膜里面还含有铅，因为下雨会把雨水里面的重金属物质带出来，沉积在土壤里面，或者在经由雨水或地下水流入河川中。如果人们食用了这些受重金属污染土壤所种出来的作物，也会将这些有毒的重金属物质吃进肚子里面。说这些旧电子产品的回收是很重要的事。谢叔叔，那你刚刚做这些分类拆解的物品可以二次利用，是要做什么啊？这些分类出来的材料是可以变出神奇的东西哦。来，我带你们去看。嗯。那这边是资讯电脑展示区，你们看到什么东西？嗯，有罐子、钱币，还有保鲜盒。这边还有铁块，后面还有珠子。嗯。好，帮你介绍一下哦。一台电脑的玻璃制造出来有284颗的链珠，也可以制造一个透水砖。那你看铁哦，我们可以做到产出2.6公斤的铁，然后我们塑胶可以产出7个保鲜盒的塑胶。你看这边钱币哦，也是从里面做出来的，铝罐可以做出5个。没想到一台电脑可以变出这么多东西耶！那会变出黄金吗？当然也有，只是我们主机板里面含量很稀少，在这边没办法展示。哦，你别失望，虽然黄金里面含量很少，但是我们其他的再制品它的价值都很高，会带给我们很多利益。你看哦，荧幕玻璃还可以制成很漂亮的艺术品。哇，二次物料真的可以开发成有经济效益的物品哎。嗯，没错，经过专业的处理，电脑不但变黄金，还可以变艺术品哎。资源再利用跟循环经济是我们的任务，
希望今天的讲解有帮你们达成任务。有的，谢谢叔叔讲解得很清楚。谢谢，那我们可以去跟博士报告成果了。嗯。哎，等一下，这有个纪念品要送给你们。哇，好漂亮哦。哎，你们今天考察的结果怎么样啊？我们先去漫步云端，再去炼金厂哦。嗯，我们先去了解云端科技。云端的资料中心机房放了好多的伺服器，这些伺服器每天24小时都在工作，真的需要用到很多电呢。你们知道了吧？现在网络这么便利，每个人都可以随时拍照上传影音到云端上面去。如果啊过度使用的话，会造成不必要的浪费哦。嗯，就像马文才那样。没错。还有呢，现在很多人呢太依赖3C的科技，不停呢滑手机啊，当低头族啊，而使用的手机呢跟电脑呢又要跟流行，没多久呢又要换，这实在是太浪费了。嗯，我们在回收工厂的时候有看到废的电子产品都是像一座山一样，哎，这么多的废3C电子产品一定要经过专业的处理，否则又是二度污染。对啊，我们还看到原本一台台完整的电脑经过拆解分类化学处理之后提炼成贵重金属，还制作了很多美丽的艺术品呢。嗯，不错不错，看来啊你们要好好观察哦。你们知道了，科技也带来了我们的生活的方便，但呢同时呢也相对的会消耗能源啊，污染环境哦。对啊，所谓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嗯，所以要怎么用再生能源提高云端科技的发电，也是企业家们要好好动脑想一想了。是啊，不然都没有电，有再好的手机电脑都没有用，最后还是要用手写信飞鸽传书了。哦，看来你们今天的收获很多哦。等下呢还有个会议，我先离开哈。嗯，博士拜拜。拜拜。一真庭学长，你们这次啊去回收厂，除了仔细观察外，你们带回来什么东西啊？亮亮的、啊、闪闪的东西啊？有啊，我们才不会忘记你呢。嗯，庭学，你把纪念品拿给亮亮吧。好啊。谢谢一真庭学，这可是很珍贵的哦，你要好好保存。什么？这既不是飞在云端上的鸟，也不能飞鸽传书，难不成是要叫我们好好爱护资源吗？